那个坑哦，前面。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公园，这个公园在 Mill Park 这边，拍一下袋鼠。Mill Park 这边那个公园，但名字我会打在标题上，看见了吗，袋鼠？看见了吗？哪都是袋鼠，说明这边生态环境不错啊。停车的地方大把，这个盆儿的意思呢，上面这个比较适合走路和骑车，然后下面这个标呢，就这个标是说明这里边可以野餐，有桌子里边可以吃东西什么的。然后那个上边是一个卫生间，这边反正公共设施都是有的，很方便，一进来没多远就有一个厕所。这个公园里面感觉比较原始，澳洲的公园很多都是这样子的，野山野水，野路一样的，还有野袋鼠，也没有什么人，就在里边逛一逛。这个路还挺陡的嘞，走遍墨尔本的公园系列。现在主要是在北区了，因为我是住在北边，去北边比较多。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，Google Map 上看到那些绿油油的那些地方，那绿绿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地方。这个下面全是树，一望无际，简直很多很多树。这边的环境真的是不错哈。刚才还有人钓完鱼上来嘞，说明这会儿还可以钓鱼。看一下吧，这就是景色。挺野的，公园挺野的。哦，你看这个下面有人在那钓鱼。有人在那钓鱼，是吧？在那钓鱼吧，应该是。这块挺漂亮的哈。说到这个钓鱼的话，在墨尔本钓鱼是需要办渔证的，应该在澳洲所有地方都需要吧，我觉得。只是我只知道维州的情况，那是需要办一个渔证，一年几十块钱。然后钓鱼呢，它的鱼都是有规定的，多大尺寸以上你才能把它钓起来之后你才能拿走，如果不到的话你必须把它放回去，因为它太小了，要让它继续长。你如果说不按照规定被发现了是会被罚款的，这一定要注意。而且钓鱼是不能随便钓的，一定要去办渔证，办一个渔证再去钓。我也办过一个渔证，结果一次都没有钓就过期了。还不如把那个钱拿去买两条鱼来吃呢。那有些人在那玩水钓鱼，感觉还挺舒服的。但这个水是不推荐啊，但也没有禁止，不推荐下去游，因为说这个水比较凉，也很深。